眼前呢个建筑物系以回收塑胶制造，由一位英国回流嘅建筑师设计。Everyone agrees that we should recycle more, we should waste less. But then what actually happens in everyday life is there's a mismatch there. So there's this gap between value and action. 佢早前同推广塑胶升级再造嘅本地团体胶噏合力建成。他们先收集大量的塑胶废料来制作窗身一片片的瓦片。装置的屋顶有七个可活动天窗，天窗各连接着一个回收袋。七个回收袋正好代表着市面上七种可以回收的塑胶。当市民将相关的塑胶放满了回收袋，袋的重量就会将连接着的天窗塞满，宣告着他的回收任务已经完成。Matthew 希望将这个装置放在街头，边栋大厦抌得最多塑胶，就将呢个装置摆喺嗰栋大厦出面，等嗰栋大厦嘅居民能够反思翻佢哋弃置塑胶嘅情况。Matthew 亦都明白，未必每个人都会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，但佢认为乜嘢都唔做，只会令问题继续被隐藏，因此坚持运用自己嘅专长，为社会做多一啲事。东网记者刘叶婷报道。